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贤首品》第十二，法性形象第二首偈看起。第二首偈，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。不求无欲即王位，富饶自落大名称，但为永灭众生苦，利益世间而发心。前面我们学习到清凉大师苏超里面的开始，在十个小段里面，我们学习了七段，今天我们从第九段呢开始学习，第九段，若其心念念无尘六欲，外落盖微，三禅之落，犹如石泉其落内熏，此发凡心，行色无色道。这个是第九段，第九小段。说这个人，如果他念念呢，对于五尘六欲，我们一般讲啊，是六尘五欲，六尘五欲，六尘是六根所对的，那么说五尘呢，就不说一根，就是讲啊，眼耳鼻舌身，那所对的呢，就是色声香味触，那么这个叫五尘，为什么呢？色声香味触啊，跟尘相接触的时候，就染污了我们的清净心。尘是染污的意思，如果说是六尘呢，那还要加个一根，一根对的是法尘，所以这个《金刚经》上佛告诉我们呢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学佛的人呢，这个世间五尘能够放下了，往往被法尘所染污，那还是没法子，出不了三界的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六欲也指的是色声香味触法，那么讲五欲呢，范围就比较小一点。五欲是讲财色名食睡，所以这个意思都是相通的，那么对于五尘六欲淡薄了，淡薄了，你讲外落盖微也，这都是属于外面的，五欲六尘全是属于外面的，盖是烦恼，
就是外面的这个烦恼啊，微薄了。我们现在讲呢，很淡薄。啊，五欲六尘的享受啊，看得很淡。啊，他欢喜什么？欢喜三禅之路。禅定啊，确实有法喜啊，心到清净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感受得到啊。啊，禅悦之乐啊，就决定不失欲界众生啊所能够体会。对于这个世间啊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呢，他能放得下，心清净。可是禅悦他放不下啊，乐此不疲呀，啊，禅悦的路。色界四禅，无色界四定。他为什么不说四禅之路呢？又说三禅呢？师尊在经教里面常常跟我们说，在禅定当中啊，三禅最乐。三禅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极乐世界啊，你就晓得说，娑婆世界里面最乐的是三禅。三禅是净清净的，四禅是福报大了，啊，四禅是福田的，啊，初禅是梵天，啊，二禅是光天，三禅是净天，啊，四禅是福田，所以讲乐嘛。就举三禅了，啊，这也不容易啊！啊，那我们想想自己，在观察我们周边的人，有没有人能够啊达到这个境界？实在讲啊，不多啊！啊，为什么？欲放不下，欲界六层天，就是财色名食睡。只要这五样东西一样放不下，就出不了欲界。而且呢，佛还特别警告我们，说这个五欲是地狱五条根啊，一条都不得了了，五条都具足，你还能够逃得出三途吗？三途前面讲的三恶道啊。
为什么？你细细去想想，财也好，色也好，这个色是男女之色啊，名啊，好名啊，食饮食啊，睡眠，这是五欲啊，这地狱五条根呐、任何一条都会引发贪嗔痴慢。前面我们在第一个小段里面学过啊，贪嗔痴慢都是三恶道的业因呐、把它分配在地狱恶鬼畜生，是从众而说啊，贪嗔痴慢多严重？那比较起来，贪更重，恶鬼道；嗔恚最重呢，地狱道；愚痴最重呢，畜生道。你就知道麻烦了。我们今天在人间，人道要修学的课程，也是要把这个东西淡薄啊，把名利看清啊，要能把五欲六尘放下了啊，身心不能再受染污，这样才能够超越啊！超越什么呢？超越三恶道啊，不是超越别的啊。伦理、道德、因果啊，佛教导我们的三规五戒十善，我们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就上升了，就升到天道去了啊！一般家是好事情啊，我们在前面看到啊，修福的升天的那一点不假了啊，越淡薄你深到天上去，层次越高，但是欲没有断，所以就出不了欲界啊。那么色界天，像这些修禅的啊，我们不讲三禅，讲初禅嘛，他是超越了欲界了，色界天去了。他怎么样超越的呢？他不是把欲断掉了，禅定功夫深啊，能够把欲望啊扶住了啊，他不起现心了啊，也就是说五欲六尘这个念头啊不起了，心清净啊，这超越欲界。只要还有这个念头，我们讲习气啊，就不行，他就上不了色界天啊，只能在欲界。禅定的功夫越深啊，到二禅三禅四禅啊，再深就是无色界了啊，这些人有觉悟啊，啊觉悟什么呢？深是个麻烦事情啊，
在中国古时候，老子就说过：“吾有大患，为吾有身。”啊，这个意思是，我有很大的忧患呢、啊。忧患是什么呢？因为我有个身体，我要没有身体多好啊！啊，那诸位要晓得，到欲界的时候，这个财色名食睡没有了。不要吃饭了，也不要睡觉了啊！可是有身体，有身体就要有房子住，要有住处，要穿衣服啊！他有身嘛啊，他不需要饮食啊，那也是个不坏身呐、啊。寿命很长啊！啊，四禅就够得上是长寿天了。啊，那么他厌倦，不希望有这个身体了，行不行？行。定功再往上升级的时候，就可以把这个色身呢，舍掉了。我们一般人讲临界啊，他不需要居住的这个地方，也不需要穿衣服了，临界啊，无色界啊，实际上说的他是不是真的没有身体了呢？要没有身体，那不就完全消毁、完全灭断了吗？不是，他还是有身体啊。不过他那一个色身呢，不是物质的色身我们今天讲色身呢，是讲物质，它不是物质啊，它是纯粹啊精神体，啊，我们中国人习惯称为灵魂，也分等级，啊，四空天也有四个阶级，一个比一个殊胜，啊，既然有高下之分。就不是真的，真的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下了啊！所以到什么时候才是真的呢？一定到一真法界啊！一真法界，人的身体是不可思议的啊，就跟这个四空天一样。啊，它不是物质，啊，那当然比四空天是更为殊胜的。华藏世界，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读过的；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在《往生经》里面读过的；一真庄严，都不是物质。啊，虽然他讲了金银七宝，也不是物质。啊，如果我们把它想成物质的时候，那就错了。啊，七宝池、八功德水，通通都不是物质，我们无法想象的。啊，那个境界。它叫永恒啊，中观论上讲的八不啊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长不断，不移不异啊，佛用这些
言语来形容。怎么样形容？也只能形容一个方法，没有办法形容得恰到好处啊。超越六道众生的常识啊，是为正方知啊！啊，你没有取入那个境界，你没有办法想象啊！啊，而实在讲是不能想象啊！你想想，决定想错了，越想越错啊！什么都不想，哎，也许你也能见到了。真的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。啊，如果我们的功夫能够达到这个境界，啊，达到这个色界天的境界，无色界天的境界，那我们要问了，我们要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世界四土，我们生在哪一土呢？给诸位说，还是凡圣同居土啊。为什么？你烦恼是辅助啊，这个叫什么？半夜往生，你没断吗？那么西方净土在上面一层，方便有余土，谁去往生的？小乘人那我们来讲的话，不是凡夫。他们见识烦恼断了啊，也有三杯九品啊，断烦恼的功夫不一样吗？啊，你想出国须陀洹只断见惑，未断思惑啊，他要往生，那是到凡圣同居土，不是凡圣同居土。啊，我们真正能够有四禅的这个功夫，啊，有四定的功夫，无色界天四定的功夫。凡圣同居土里面，上辈往生，上上品往生，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所以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，我们要争取。啊，世间这些拉拉撒撒东西，也快要放下了。这是累赘呀，是麻烦的啊！没有别人找你，是你自己惹来的啊！明白了，就晓得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，彻底放下。啊，记住，世尊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上一个星期啊，是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？那个两个星期前，国内
有个同学打电话给我，说有一出了一件奇怪事情，石头讲话。我就告诉他，能不能把石头所说的这些内容写成文字传来给我看看。前天我在看到这个文字的报告，讲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劝人念佛求生西方净土，真的是石头说的啊！这个石头在山东，两块大石头啊，康熙年间的，有好几百年了啊！听说最他说出来，希望别人的时候，不要拿脏的东西吐在石头上，不要糟蹋石头。啊，然后说出这些劝，说出三恶道的这个因果，说出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，劝大家一切要放下了，求生净土。啊，那么这一两天，我们会把它印出来。啊，同学们可以拿到啊，做做参考。啊，这个年头啊，怪事很多啊。啊，能不能相信呢？能。为什么能相信呢？因为他讲的跟经上没有差别。啊，所以我们的标准呢，是用经典来做引证。啊，他讲的跟经典上讲的是一样的，可以相信。如果讲的不一样的，啊，太离谱了，那不能相信。啊，那个就是妖魔鬼怪在造谣。啊，这个我看他不是造谣，他说的很好，说的很有道理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最重要的要离欲，要放下啊！许许多多念佛人到最后不能往生，原因在哪里？哎，总有那么一两桩事情他牵挂在心里，他放不下啊，那就是这一生这个缘就错过了啊。这一生的修学只是跟西方极乐世界结个善缘，去不了啊。这样的情形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，要明了过去生中啊，生生世世啊，错过这个机会啊，太多次了，绝对不是这一生的根利的人，聪明的人，明白的人。他什么时候抓到这个机会，真的彻底放下，他就成功了。这个法门真的叫易行道啊，太容易了。啊，难就在放不下。就是对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呢，你有贪嗔痴。啊，你不肯放下，过不在别的地方啊，在自己啊，
没有人障碍你啊，这个自己一定要晓得。这个机会太难遇到了啊，遇到之后不肯抓住啊，那就真的太可惜了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那你就晓得。我们这个灵魂在欲界里头待了多久了？无量劫了啊，都出不了欲界啊，甚至是欲界天都没有分啊。欲界天人要修上品十善，我们做不到啊！要修慈悲喜舍啊，慈悲喜舍里头最难的就是舍，舍就是放下啊。那这一生我们的人生难啊，人生难得了，这一生得到了。佛法难闻呢，这一生也听到了。啊，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听懂真懂了吗？不多。为什么呢？真懂了他一定会真干，没有真干，那你就要谦虚一点，你没有听懂啊，不要自己以为听懂了，那就错了啊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跟张家大师啊，就跟他老人家讨论过佛法的知根行啊，就是解行呐、啊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佛法了，知难行易呀、啊。哎，这个说法呢，跟孙中山先生的说法相同。啊，中山先生的主张也是知难行易，所以你做不到，换句话说呢，你知道的不够透彻，你要知道的透彻，你怎么会做不到呢？啊，我们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来说，饮食素食你为什么不能够放下荤腥啊，采取素食呢？你对素食的好处不知道啊。啊，一般宗教里面讲，那佛教、道教里面讲，吃他半斤，将来还他八两，没人相信啊。我学佛采取素食，很快，不是这个思想。而是知道素食对健康的好处，那赶快采取啊！
我在没有接触佛教以前，那是在初中念书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学，他是回教徒，我在他家住过一段期间，啊，所以我对于他们的饮食习惯懂得一些。他虽然是肉食，他有选择的，很多他就不吃的，什么原因呢？他保护性情。我从这里就体会到了，以后一学佛，这才明白了。我们一般人只懂得说卫生呐，讲究卫生，卫生是保护身体。保护这个肉身，保护生理啊，吃东西要干净啊。古人常讲啊，病从口入啊，祸从口出，真的一点不错啊。所有一切冲突误会都是说话不谨慎，说者无心啊，听者有意，就造成误会，那个误会就越来越深，就变成冲突。小是两个人，大是国家。就言语很重要啊。多说不如少说啊，少说不如不说。待人接物总是要真诚恭敬，尊重别人，这就是礼就很重要了。但是现在大家不学礼了，也没人懂得礼。你用礼貌对待别人，他根本不懂，这就难了。活在这个世间不容易啊。唯一的一个方法呢，修忍辱波罗蜜，才能得清安自在啊。所以饮食懂得卫生，那么现在的饮食跟卫生呢，真正是对立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些化学的东西决定不卫生，肉食几乎全是用化学饲料，让这些动物都带着严重的病源，所以你吃了之后会得很多奇奇怪怪的病，现在人发现了，蔬菜也用化学肥料，用农药，都是违反卫生的。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健康多病？从饮食来的伊斯兰教注重卫生，还注重卫性你看这些动物，凡是性质不好的他们不吃。我那个时候年轻呢，向他们道长请教，为什么不吃狗肉？为什么不吃猪肉？奇奇怪怪的一些动物他们都不吃。他们给我的解释，他们的性情不好。猪懒惰，
狗疯狂啊，我才懂得他们的饮食除了懂得卫生之后，他懂得卫心，保护我们善良的心情，我很赞叹的。到以后接受佛法之后，佛法采取素食保卫慈悲心，我立刻就懂得了啊，那这种饮食是最完美的。为什么？卫生、卫信、卫心啊，他这三方面统统顾到了。伊斯兰教对保护慈悲心还没有啊，啊，他只有善良的心情啊。我明白这个道理，我就采取素食了55年了啊，不吃众生肉真的是养自己的慈悲心啊，用现在的话是培养爱心啊，不但爱人爱动物啊，爱这些蚊虫蚂蚁，爱花草树木，爱山河大地啊，培养你的爱心啊，让爱心变法界，善意满娑婆，你的心情多么快乐啊。所以佛法的饮食你才知道是大学问啊！你没搞清楚不会接受，搞清楚之后非常乐意接受，而且永恒的保持啊，身心健康啊！啊，那么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养生之道啊！啊，自己身心健康，你就能够戒瘾很多人，影响很多人。啊，你的身体为什么这么好？为什么这么快乐？啊，这些话问我的人很多。你为什么这么快乐？没烦恼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啊？为什么什么都放下了吗？啊，到一无所有的时候是真快乐啊！啊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不应该背那么大的包袱啊！啊，本来无一物。要向古圣先贤学，要向佛菩萨学习啊！那你看三禅之乐犹如石泉，这是比喻，就好像泉水一样，你看山里面的泉水从石头里面冒出来，源源不断呐！啊，这就是其乐内熏呐，它不是外面来的。啊，这快乐不是从外头来的，是自己内心里面出来的。啊，这个内心啊，爱心、善意、爱心之乐
善意之路，在佛法里面讲是智慧之路、慈悲之路。智慧慈悲是真路啊！那么他这里只有清净，只有清净心的路啊，这是发梵心。梵是从印度名相里面呢音译过来的，意思就是清净，所以他行的道是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这是六道里面最高的层次了啊，没有比这个更高了啊。那么到这个地方我们要懂得，我们希不希望生色界、无色界？不希望。为什么？没出六道。既然没有出六道，它寿命长，长还是会到头的啊。寿命到了之后啊，它不能再上去了。它也没办法留住，那只有往下堕落。这是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很多。他堕落的时候必定堕地狱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这些修行人他们的目标无疑不是希求般涅槃啊。这些人不是普通人啊，全都是修行人啊。修行人的目的就是求的永恒的不生不灭。而他们呢把色界天跟无色界天呢误会，以为那个地方就是不生不灭啊，就是大般涅槃啊。你像最高的就是非想非非想出天呐，无色界啊。佛给我们讲他的寿命多长呢？80000大劫。这个八万大劫我们很难理解，不知道它多长啊，可是从一个比喻里头你晓得，一个大劫就是这一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，那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是指哪个？是指地球还是指太阳系？都不是，是指一个银河系啊。银河系是个小千世界啊，那个黄念祖老居士给我们讲是个单位世界，我们不讲小千中千大千，就以这个来算就不得了了啊。银河系的沉住坏空80000次，你说那个时间多长？那个世界坏掉了，他到哪里去？他到他方世界。
还有世界没坏的啊，他有能力，但是移民到那边去。哎，这个世界将来他又形成了，他又可以回来啊。无色界没有身，没有身体，真的得大自在啊！啊，那个神通的能力也非常之高啊。五种神通都达到很可观的境界啊，就是漏尽通没有，漏尽是烦恼没有断，通通是辅助，辅得很好。可是八万大劫的时候他就辅不住了，他的定功只能够支持八万大劫，到八万大劫之后他的心呢，烦恼起现行，就是又心又烦了，静不下来了，他就知道了，说明到了啊。于是讲这个圣贤人讲的话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我已经修到这个涅槃了，怎么还会生烦恼啊？这个念头起来说，这叫谤法，毁谤圣贤，自己走错了路，不知道。这个地方不是涅槃的境界，这是无色界天的境界啊！误会以为是涅槃啊，所以这个念头起来之后，毁谤圣贤的这个罪过，堕地狱。从地狱再慢慢修，再慢慢修，你看爬到最高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之后慢慢再往上爬，往上爬，爬到上面又掉下来了，不知道多少次 啊这个现象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轮回的现象啊。我们搞这个把戏啊，不知道搞多少次了，这一定要懂的，还需不需要继续再搞了？累死了啊！佛在经上讲的时候说，我们这些众生呢，在六道里叫生死疲劳，这话讲得很有味道啊！啊，生死疲劳啊！我们如果真正明白了，听到佛说这个话，应该要生惭愧心的，应当要明了啊，这才是真正的耻辱啊！啊，人家都成佛了，多少人我们在一起修行，生生日都成就了，都脱离了六道轮回苦海啊，都脱离了。我们还在里面打滚，啊，真正想到这个事实真相，啊，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舍弃所谓身心世界。一心求生净土，这个意愿才真正能够发出来啊。欧耶大师跟我们讲的好啊，啊，《弥陀经要解》里头说的，能不能往生净土，决定在信愿之由，真心切愿，哪个不往生啊？今天你们接触净土法门时间不算短了，有没有真心？有没有切愿？那你自己好好想想啊，真心切愿
从哪里看呢？从放下看。我常说啊，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放下，名闻利养的念头没放下，贪念五欲六尘的念头没放下，贪嗔痴慢没放下，你的心靠不住，你的愿更靠不住啊！这就是你往生的障碍啊！所以什么叫真心切愿？我说的这十六个字你全放下，你真心，你真的发愿了啊，你就决定往生。往生的品位呀，那是你功夫的前身。但是净宗法门是个平等法门，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啊！所以莲池大偶益大师说，下下品往生也是最究竟圆满的成就。他这个话说的有道理，印光大师佩服的五体投地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